边好，我的小蜜兔还是有点热，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电脑，在这里有一个关注。手机，哎，我没换裤子，哎，不是换灰色的裤子吗？嗯，我本来是穿个黑色的裤子的。啊，着急啊，就这样吧，没换就没换吧。然后给大家跳个舞好吗？我的天哪，我的声音多少人羡慕啊！这不好听吗？难道你女朋友以后？啊，老公，爱你哦！你喜欢你老婆这样的声音吗？真是没意思，是吧？是不是瞬间觉得我声音好好听呢？大哥摸摸大，么么哒！悄悄给大家跳一个舞，一点防备就没有，没有一点点防备，来跳个舞啊！じゃあ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那个，不好意思，重新开始。再开始啊。谢谢俊卡哥哥，蜜兔啊，我心情又不好了，我需要你的抱抱跟亲亲。可是我看我自己好卡呀，一抱我爱你，一抱我爱你。来，点点关注在这里。我主要是没换裤子，我跟你讲，我的裤子换出来老好看，就是这个黑色的裤子，你看。是不是好看啊？其实忘记了。然后
鱼宝么么哒。感谢回头哥哥，谢我回头哥，回头哥最帅。感谢萝莉哥哥，我给大家，你马上去换。你见过轮麦的时候穿裤子的？我想直接把那裤子套在上面会不会好？感谢志气哥，谢天阳哥哥，你喂的，我又怎么了吗？好了，再给大家跳一个啊。Thank you， 好累啊，没时间了吗？歇会儿。
欢迎风小六哥哥，大家可以帮兔兔点一点直播通知，在这里你们看一下啊，你看这里大家可以点一点，谢谢宝贝们。然后电脑的话在这里有一个爱心，就是整个视频的最右上方，好吗？谢谢主播，好美大哥好品味我刚打的时候好痛痛痛痛然后再给大家跳一个还有时间吗？嗯，还有，嗯，再跳一个吧，跳个可爱的。玉宝，你每天都来九九三，是吧，玉宝？兔兔加油，么么哒，欢迎虎哥。我老婆，我是不是应该叫老公？你说来个九九三，找了个女主播当老公，我要当小三儿啊！好嘞，快点回来给我烧饭。是的，请吩咐奴婢主人。做饭我不管了，那大家勾一勾直播通知，这里手机在这里点一点，电脑这里有个星星，大家可以点一点，谢谢大哥们。我好累啊，你要穿那个女仆装，我跟你讲，我上次来九九三穿那个女仆装回去一堆色狼。就是